什么汤？它不是夹心，就两个一样夹在一起，反正不知道。嗯，这还有不用我放。有啊，那个。健达 Nutella 这两个看起来超像的，是同一个牌子吗？我说 Nutella 跟这个，你看他自己的 logo 也是啊 ，N K 是黑色，结果发现他们根本就是同一间，就可以卖两种东西。原产地德国，那这东西哪来的？是加拿大。对啊。Nutella 是 Canada。那公司的公司在哪里？进口商。不是啊，我要原本的公司啊。还有洗吗？还没洗。让我换一罐。枕头，这个没有洗。这也没洗。这个意大利。好，还有。啥？不知道。哦，这个是德国。这个是德国。不知道他。那我先去吃饭。不会念。嗯，那看起来是一样吗？我们来看看。对啊。是，不。可是这里都没写啊。罐罐没写、啊。他只有写 Nutella， 然后他也不告诉你公司哪一间。啊，这个奶油洗。有啊，是啊，他，你看。欸原来是同一间啊，那牛丘啦跟这个的巧克力是一样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都、哦、没有啊，这是榛果啊，这个是没有榛果、啊，这是牛奶巧克力。我说这两个是同一间公司的、欸，这个健达跟牛丘啦是同一间、啊，你看它的 logo 写得很像啊，它是 Kinder 跟牛丘啦。Flamingo。Flamingo。不要，超甜。